起飞。有个同行，自己人不打自己人，我先去这个楼里搜搜东西，捡枪捡枪，先把枪捡了。上膛，我这边个自行车，上车走，拜拜。我蹬啊，我怎么还可以倒？怎么还能这样骑自行车的？这是什么骑法？扭曲成了一个……哎，有人打我！我只是一根扭曲的黄瓜而已。哎，我被我自己的自行车撞倒嘞！哦呦，这什么东西？双持？怎么那么多人啊？妹子，她是什么情况？还能这样的？仔细看来，我好像一发子弹都没有啊！我只有我这个喷子有子弹，不是吧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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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没子弹呀！哎呀，还好我们有一个复活的机会，能不能报个仇呀？咱也没有什么别的意思，咱就是说能不能去报个仇。Nice 啊！我现在可以获得一个复活的机会，但是第三层就有点不好搞了。雷，为什么路上有辆自行车？好近啊，脚步。大哥，没子弹了，就这就没子弹了。为什么我这么衰呢？为什么我就不配获得一把正常的武器呢？哎，这有辆摩托哎，换摩托！哇、哦，还是这个帅！哇、哦，我来巡查一下，哪里在打架？我来巡查一下，还有辆车。哎，不行，这边是圈外了，我们要进去。会被淘汰的，在这个位置。对，从这里进。哎，这摩托车太难，太晃了，溜了。金字塔，这里有人吗？大菠萝，这什么东西？是谁扔的？对我这么好？这么凶吗？一直在往我这扔东西，这是你的车呀！喜欢开车，喜欢堵我，我走了，拜拜。哎呦，头杀，有枪声，但是有很多枪声。逃跑，此地不宜久留。那边有两个人打起来了。哇！要搞我了！我直接一个风车卖溜，我只是一个路过的黄瓜。怎么还有光环？哎，我想捡光环。哎，溜！哎呀，太贪了！我在贪什么呀？我为什么要下车捡这光环？我本来骑着小车我就走了的。怎么还有人组野队呀、啊？这个游戏，非不公平竞技是吧？我打的单人模式吧。哇，有人哇，精准制导，好难受，掉了一地的装备是吧？直接秒边一波，直接 GG。哎呦，这个枪，你们看我刚才狙中四五枪，人不死的，很难受。